钟嘉欣自从结婚之后就极速生咗一仔一女，之后就归隐加拿大专心凑 B 啦。呢日嘉欣就去咗马来西亚做嘢，仲着住马来西亚嘅传统服装添。做咗妈妈之后，女人味真系有提升咗一个档次啊！而嘉欣就有感而发，话以前喺 TVB 做嘢嗰阵，有好多机会去马来西亚。而家虽然就唔系成日有得翻去，但呢日都系值得纪念嘅一日。我谂各地嘅 fans 都好挂住嘉欣啊，唯有暴实佢个社交平台，等佢出相啦。